不会没带？没带什么？保险套啊！怎么可能？你冰箱不都会放一个的？不是啊，我离开你这半年，我所有生活重心都在用功读书上面，而且现在全心全意喜欢你，我放的东西在身上干嘛啦？不行，保护措施是一个成熟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基本尊重。我，卡斯，我知道你很尊重我，但我希望你现在继续。无双，民宿旁边就有一家便利商店，我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赶回来。啊！